快问快答，他题目是不是准备开始？我是台湾每年五六月常常下雨的气候现象叫做什么季？雨季啊。孔子所编写的《论语》是哪一家的思想文学？Pass。地面天气图的高气压中心会用什么英文单字表示？数字100万总共有几个零？Pass 啦。跷跷板使用的是什么施力原理？杠杆。唐诗《枫桥夜泊》中哪一个寺庙在半夜？不能 pass。英文字母12 twelve 怎么拼？伊斯兰教所使用的经典叫做什么？伊斯兰教的经典，可兰经。比赛名次获得。哦，你的题目蛮难的，什么语气呢？我在干嘛？没语气。